家好，欢迎收睇呢一场万众瞩目嘅赛事嘅直播。各支球队啊力争淘汰赛阶段嘅席位啊，等最后检查完成之后，赛事咧就应该可以开始噶啦。将视线咧望去观众席度，见到球迷好兴奋，希望场波咧唔会令佢失望啦。呢一个球场系呢区最大规模嘅球场之一。嘿，哇，咁快场波已经开始咗啦！个波而家喺美斯度，试下呃埋去啦，传个波入嚟，一脚踢走呢个波。摩纳哥 hold 住个波，但系乜嘢都做唔到啊！美斯。真系好波啦！个问题啊，出喺传球嗰个准程度嗰度啊，而家搞到空手而回啦，突破咗啦，后防做得好啊！如果喺呢度抢翻个波嘅话咧，几麻烦。呢啲咪叫做舍易取难啦、啊！明明冇机会去嘅，都夹硬要冲。呢球波过唔到啦，分去右翼度，马勒多纳、罗夫道斯卓克整脚直线，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呢？啱啱先话失咗波，话口未完就拉翻翻嚟啦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啊后防踢得好好、啊、完全唔俾佢咧转身起脚射门。斯朗拿度攞到波咯，又将个波踢翻埋去中路，球证明踢结束上半场。机会唔系冇噶，但系真系硬系入唔到波咁解啫。呢场波暂时都算好睇嘅。喂，系啦，你对上半场咧有咩睇法啊？我谂教练咧有必要要改变一下啲战术，要俾多啲机会啲前锋咯。嗱，今场嘅埋门都唔少啊，不过咧个比数都系冇喐过，都仲系0-0。嚟到下半场啦，好，上半场未分高低吓，睇下下半场有冇啦。谢拉特、斯朗拿度，犯规咯！球证就掹张黄牌出嚟，俾佢捉晒路啊！马勒多纳巧妙嘅传球啊，传喂餐屎啊！呢球波靓啊！哇，对手实俾佢打残啦、啊！喺呢个时间入咗，边有得追啊？对手都叫你射咯，咁梗系攻劲不如从命啦、啊！呢啲咁中意起脚射门嘅球员啦、啊，好心你应该 mark 到佢实一实啦、啊，后防咁唔小心，咪要付出代价啦、啊！揾下办法睇下可唔可以多少少火花啦。僵局打破咗，而家比数系1-0。想入波，揾佢咪得咯。迪纳布斯奥，呢个直线靓啊！美斯，咦，控得几靓喎！想入多一球波咧，系好事嚟嘅。不过万一如果唔小心俾人攞，睇你呢下啦，入波啦！今场波结局会系点？都唔使问啦。喺正个龙门前面，点射都入啦，系嘛？
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走甩这个射得之人，简直是明知故犯。看到后备席有所动作，怕且都要换人了。我这里换人很啱，因为我看他呢都没什么体力的了，这个时候如果继续踢斩搞的。他们攻入今场比赛的第二球，迪南布斯奥啊，挺有心思，不过实行不到都没用啦。踢埋上去，马勒多纳小粒圆满啊，睇得好通透。头正话完场啦，佢哋可以话踢出真功夫啊！对圆满咧，个个都非常。